印度嘅加爾各答就贏咗對手，入亞洲杯賽冠軍杯四強嘅機會咧，其實已經係高唱入雲啦。對手睇嚟咧，亦都比想象中咧係脆弱好多。冇錯。嗱，而家卓斯咧就兜個大圈啦，帶翻順，咪就啱咗左腳先，有一叫咧叫過嚟呢邊，咁啊跟住咧歐偉倫咧扯一扯佢岑貝，俾翻埋嚟中間，哇！卓斯第一時間都射得靚啊呢個波啊，唉，可惜咧落西咧落多咗啲咁腳，喺柱邊咧出界，陳偉超替南華等間外球攻上前場助攻嘅古錦輝咧攞定呢個波啦，咁啊睇到揾呢個目標打喎，原來咧係打俾柏連奴域，哦，柏連奴域頂個波亦都好靚啊，身插水式咧正壓咧冚埋佢噶，咁啊點知咧就係俾對方嘅守門員咧麥希查封位啊沒收。右邊嘅歐文喺底線出個波咧，俾呢個柏連奴域狠似撞射入網，哇！2-0嘅咯噃，睇得呢個波好靚啊，好狠似，咁啊射咗入網咧，對方嘅守門員咧都未知，哦得勢不饒人啊！而家咧尹浩然啊又整，哎呀！你話你整翻粒啫，唔整啫，你撞內柱啊彈翻出嚟，唉好無奈啊尹浩然，應該呢個波咧可以建一功啊！如果尹浩然頭先個波入嘅話，應該佢咧係參加咧呢個賽事以嚟咧係第一個入球啊！咁啊，仍然都係上半場嘅比賽喎。莫希查咧呢場波認真係唔得閒啊！呢位係東奔高嘅龍門啦，認真唔得閒。咁頭先個波佢都守得好靚啊！羅偉志速度壓過，你入去中間仲唔入？即係歐偉倫嗰只多得你唔少啊！即係平白咧送一個入球嘅機會咧，俾咧係歐偉倫嘅啫，3-0啊！咁啊，啲南華嘅勇燈亦都睇咧好過癮呢場波。入球咧，實在咧係一個接住一個，幾乎唔停咁滯啊！喺上半場嘅45分鐘嘅時間之內啊，咁啊上半場咧就係南華就領先緊我頭先嘅3個入球，羅偉志亦都喺下半場喺右手邊再透過對手入咗禁區，翻入去中間，卓斯趕到，加埋個柏連奴域，不過應該係卓斯係越位喎，呢個波入咗都可以唔算嘅。好啦，東奔高咧，其實佢哋嘅實力唔係咁差㗎，但係到咗下半場，佢哋先開始咧熱到身咧，開始咧係入曬局咁啊！哦，呢好似呢個15號個好波之人咧，乾沙啦，而隊友咧15號嘅咧係不達啊做個撞牆啦，最後佢自己係射高咗㗎。咁羅偉志再嚟一個試射，龍門咧莫希查亦都係救出咗㗎。尹浩然傳中，咁啊，輪到咧就係咧係岑國培啊！咁佢見隊友咧射得咁過癮咧，自己亦都嚟過咧30幾碼嘅長傳炮咁射翻埋去，又俾咧莫希查托出咗。好啦，而家咧卓斯一個直線咧，位位俾焦仲文靚啦，招牌波啊！焦仲文呢一個射門咧，可以講得話招牌波啦。同去屆佢獲最佳金球最星組嗰場波，超過何爾窩裏抽入咧，就係一模一樣啦。睇睇啦，卓斯呢個波而家彈得幾靚呢個。啊！黑軍嘅手環埋嚟，又腳一挑，挑橫咗跟住窩裏咧就一個谷墜咧射入網，4-0啦！嗱，埋遙遙領先啦，加埋第一回合嗰一個入球啊，即係話兩回合而家贏到5-0。冇錯啦，咁而家睇睇先，由6號啦，安沙利再傳俾15號嘅咧就不達都好冷靜啊！哎，最後咧右腳撥左腳再加咧，喺個掃把腳搞掂埋佢啲破光彈啦，咁不至於咧就係台彈咧翻翻去呢個加爾各答。咁其實咧，呢個組織方面咧，講起三國短傳啊，啊嗰啲嘅地面嘅組織咧，呢支咧東奔球隊咧，亦都唔係話認真差噶，只不過佢哋嘅體力啊，同埋個身材咧，係輸蝕南華好多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都係咧，係南華會咧輕易係獲勝噶。南華晉級之後咧。